간직해진다 이거. 第二个就是姜秋大葱，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。为什么甜的多？驴皮，驴皮，不是用动物的。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吃的，这是这个，我觉得是啊，相同的。 姐姐的朋友，他们上个星期结婚了。从这个东西里面找一个问题可以写文章，而且你可以把这个练习一下，我可以找你给你表演，就让你去表演。啊，你刚才表演那个奶泡菜，啊，给大家讲讲这个。这样的家，再给你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学习。 而且你去那一个梅花的瓣染成红色，啊，可以再去，再有谁？好，再有。这个，然后就是我们开有这种玄关，主要是在南方，在长江那里啊，把棺材放到几。 可以试一试，对。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。老师，太用心了。好，有一点。 等一下说感受，谢谢老师。嗯，哇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也美了，对吧？啊，怎么样？醉了吗？酒量挺好的，那种，就是口感就是那种回来的那种。 回甘的味道，回来的味道是吧？我觉得这个蛮好喝的。嗯。这用高粱，还有这个粮食，粮食酒。怎么样？这是我自从我长大之后，我才第一次喝酒。慢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一样是有教师是有这个资格，不能不让他指导学生。但是，他是必须。但是在那个系统上，我选择的是上个老师吗？因为别的老师没有选你。4, 5, 6, 7, okay.